近日我的前半生热播，身边朋友经常会聊到这部剧，不仅剧情好看，更是佩服马司令的演技。而关于马司令为何要接这部剧，大家的猜测很多，有说是为了博眼球的，也有说是马司令想改变演技风格的。而今天马司令首次接受采访，道出了为何要演罗子君的真相。采访马伊琍时，他称自己还是挺喜欢罗子君这个角色的，因为他很做又很可爱，和以往的角色都会有很大的差异，但是同时也对戏里的陈俊生表示这种男人肯定是不可信的，同时告诫女性们，独立会给你更多的安全感。面对网友们吐槽子君，你这个全职太太技术不行啊，连老公都看不住，他更是直言，那有本事你把你的老公看好样，子君你那套红配绿有点辣眼睛啊，更是回击要的就是辣眼睛。网友，听说你和贺涵最后要有更多交集，为什么？贺涵明明是我的，马司直言是你的你拿走，反正我也不稀罕。能这么耿直又睿智地回答这些火辣问题，可见马司令的情商不一般，有如此强大的内心，敢在戏里再演一遍现实生活，更是让你佩服啊。